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三个声母，它们分别是：g、k、h。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Let's review the three initials: g、g、g、a、ga。歌歌歌乌哦锅，歌歌歌鹅格，歌歌歌舞鼓，歌歌歌乌啊挂。科科呃科科科科乌啊花科科科舞苦科科科乌哦破喝喝喝啊哈喝喝喝乌啊滑。喝喝喝乌藕火，喝喝喝鹅鹤。这一节课我们要一起学习三个声母，它们分别是鸡、七、西。我们一起来学一下鸡。鸡，它的笔画分为两笔，一、二。鸡，read after me，跟我读，鸡，鸡，鸡一鸡，鸡，鸡，鸡一啊，家，鸡。鸡，鸡，吁，居。我们要注意一下，pay attention to this。吁在遇到鸡的时候，要去掉两个点，要去掉两个点，delete two dots。好的。我们先记住这个特殊情况，然后再来学习七。七，read after me，read after me，七，七。七。一、七、意、气、七、意、气、七、七、一、啊、掐、七、一、啊、掐。七一啊掐，七吁嘘，注意一下，pay attention to this，七加吁。也是要去掉两个点，吁吁吁，七七七一气，七七七一啊掐，七七七吁吁。
我们一起来学一下下一个西。西一西西一啊霞西吁虚。啊，我们注意一下，西和七一样都是两笔构成。啊，先第一笔是一个画一个西，第二笔画一个竖，先第一笔斜下，第二笔。然后虚，它也是西加吁。它是西加吁，也是去掉上面两个点，所以我们发现了，鸡、七、西，它们的相同点啊，we have found their similarity。About 鸡、七、西，当他们加吁的时候，当他们加吁的时候，都要去掉两点。当他们加吁的时候，都要去掉两点。然后，当他们加两个韵母，加两个韵母，我们的声调标记是标注在嘴巴发音时张得更大的那一个元音啊，所以是标注在啊。我们来比较一下，compare 一。Your mouth is not spread wider than a, so the tone marking is here. 就是声调标记是标记在你发声，嘴巴张得更宽广啊，更宽的那个元音上面。那我们可以写一个总结啊，summary about 鸡七夕。鸡七夕 when they 啊，当他们加了 "yu" 之后，就变成了 "ju"，区。虚，好的，我们一起来再读几遍。Let's read again. 鸡，鸡，鸡一鸡，鸡，鸡，鸡一啊加，鸡，鸡。鸡吁居，鸡鸡鸡一鸡，鸡鸡鸡一啊加，鸡鸡鸡吁居，鸡鸡鸡一鸡，鸡鸡鸡一啊加，鸡鸡。鸡吁居。
鸡鸡鸡鸡鸡鸡家家鸡鸡居居鸡鸡鸡家居鸡家居鸡鸡鸡一鸡鸡鸡鸡一啊家鸡鸡鸡寓居鸡鸡鸡一鸡鸡鸡鸡一啊家鸡鸡鸡寓居好的，我们学习下一个。七七七义气，七七七一啊掐，七一啊掐。我们把这个七一啊掐写下来，它是由七。加一加啊，七一啊掐屈屈七吁屈。七七七一气七。大家注意一下，这里是四声调啊 ，the fourth tone， 七一气，七七七一啊掐，七七七吁屈。西。西西西一西西西西一啊霞西西西吁嘘。我们这里西一啊霞，它分别是西加一加啊。西一啊霞，虚西吁虚，西吁虚，西西西一西，西西西一啊霞，西西西吁虚。我们的目标是20分钟掌握这三个声母。Our goal is acquire these three initials in this lesson. 我们再来读一下。鸡鸡鸡一鸡鸡鸡鸡一啊加，加它是由鸡加一加啊构成。鸡一啊加，鸡一啊加，这个加的发音刚好跟我们的加号。是一个音，鸡加一加啊，鸡加一加啊，鸡一啊加。鸡吁居
鸡吁鸡，鸡吁鸡，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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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居，大家跟我一起朗读 ，read after me。居居，鸡吁居，鸡吁居，屈屈，七吁屈，七吁屈，虚虚。西吁虚，西吁虚，七七七一气，七七七一啊掐，七七。七吁屈，七七七一气，七七七一啊掐，七七七吁屈，七七七一气，七。七七一啊掐，七七七吁屈，西西西一西，西西西一啊霞，西西。西吁虚，西吁虚，虚虚虚虚，霞霞霞霞，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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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屈。屈屈，掐掐掐掐，气气气气，七七七七，七七气气，掐掐，屈屈。西西霞，西西霞霞，虚虚。鸡鸡鸡鸡，家家居居。好的，我们下一节课将要学习。三个声母，它们分别是 z、s、s。请大家做好预习。最后的时间里，我和大家一起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所有声母。波坡摸佛的特呢了歌科喝鸡七西，我们可以把它连着起来读。波波摸佛，
的特呢了，哥克呵，鸡七夕。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所有韵母。啊，哦，呃，一，乌，吁，以及不是韵母也不是声母的一和乌。一，乌，我们连起来一起读。啊，哦，呃。一乌鱼，一乌。波泼摸佛的特呢了，哥克呵，鸡七夕。好的，今天我们的学习到此结束。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Goodbye.